就今天这是第二次骑垦丁啊，到学校就很多看到很多补给，啊也谢谢他们补给，啊也谢谢陈爸带我们 A 队骑那么远，还有到那个麦当劳，还有那个邓爸带着我们骑，陈爸和邓爸轮流破风帮我们，然后到水底了，小七就快要不行啊，有幸好有补给的。补给谁啊？摩托车？没有，就汽车。嗯、然后之后还加码去那个鹅卵比，那段也很难骑，那就大家就一起骑过去，然后之后就一起回到那边。跟去年比起来呢？自己今年进步比较多啊，今年太阳比较小，风也比较小，比较好骑。所以有什么感想呢？之后没有机会骑了，还是毕业之后还是会回来骑？会啊，会啊。嗯。之后半环岛你会来吗？会。要来当破风手。都可以。好。OK。